梅、夏天可奶酪条、奶酪棒、就是肉干，全国最热的地方。在哪住的话，就以前我们那边住的没有，特别热。嗯，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。他们是十三个手活出十三个手的味道。我们是十三个手活出一个。南京好啊，南京东部战区。我适合录这个。对。嗯，适合。我比较适合录这个。哦。我大半个中国都走过了，所有城市。厉害。请教你，你录录完，到最后弄成一个 VCR 整个完整的哈。160个城市现在。今年准备走到200个城市。能坐火车也绝不坐飞机。然后我说你那个心脏痛。新疆都去过了吧？去过。一只脚，我就一只脚进会去，但是还没有机会。上周去的青海湖、茶卡盐湖，大上周去的三亚。前方到站是滁州本站。我们有一家人主要在这个梅关，安静。还有高级的。当时我好像有那个什么有私人住所，我有高级，然后前往飞机，1000多，就是坐飞机到的。青海得要穿羽绒服，那个什么茶卡盐湖是吧？穿羽绒服棉袄。就天气特别，青海湖也是阴天下雨，特别冷，海拔高嘛哈。嗯。但室内就正好，就越往海拔高的越冷。每1000米加6度吗？是啥呀？不好吃还行。真的呀？每个都不好吃，我还没舍得。不用吃，瞅着。
除了酿表子是喜欢的，如果不来南方，都不知道他那个风有多大。二宝跟老大，我妈都不爱，我也不爱。这腿是那个五谷杂粮做的，不是那种拿的什么做的。还有面包，那面包呢？片儿饮积水时不要记得太满，一旦热成暴风，这水一出马上就会淹没了。乘坐过度的游客，哎呦我的妈，累死我了。然后当你发现有问题，不如回你们。没事，不给了啊，钱。不给了，别说了。带小孩的家长，请按照同学的小心眼，这些不要让污染之下。哎，要啥给钱呢？明天不来了。人回你们？人回了。然后呢？人昨天走的，他说他也是上个三级这种，啊，就一桩来一起吃完，马上就三级的时候跟他说。你早上待一天好，我就说待一天，没有票了，买不上票了。如果待一天，这些年都去不了，我跟他们去，明码收个尾。连左手右手都分不清了，还叫我左手右手咋分？哎呀，说得好。飞过长江呢？吃啊！你吃啊！你还没消化呢，吃啥呀？看你吃。妈都饿死了，我都。中午没吃啥，等吧。不要染，就是那种烟卡，是不是？哎，咱们把您烟控制一下，然后坑哥来一袋，给你倒水果卡。哈尔滨那边生产是流行，不止哈尔滨流行，全国都流行，都不知道怎么火起来的。然后就不能玩，然后有的小孩就会到这个就是那个抽烟、买烟、买烟，然后。他们还把一个卡定义啊，因为那个什么中华那边最最大的是，不光白的，白的几个哪个都是。啊，对，我们就是也在。安杰，媳妇，你就记住这句话。种地他妈要能发财。因为你连种地的资料都没有，能明白吗？好事能轮到咱头上。咱自己说一个，我的孩子健美操那不就配啊？有一首老师的上课我都不好意思说都。降雨。健美操。老大，举那玩意儿，好几百一斤，这个是，嚯嚯，感觉这个长江降水了。那种局儿就不是吃饱的局儿。对，然后不是去小菜园吗？路顶不是走了吗？咱全吃，我妈说吃的第一顿饱吧，自己吃能吃那啥也可以。那种局儿我告诉你们，再怎么你再也不好吃，就是说你要为了。吃花生米。点
点的那水，绝了！你看我也点菜去了，这叫我爱吃的。那也来说说。杨总。带劲啊！这白酒我挂了，到时候不行。上哪去？最后我有个主意，咱俩可以。不是灌过来的酒咋的呀？不好喝呀？太牛是吗？对吧？那你买了就是。我家就在大太区附近。我家住离西安路还近。不，但是不是有613吗？613直接坐到红旗小区，我家住红旗小区。没到锦绣。对，我大连是最便宜小区。对，春游，对，三零那块。洋洋，我已经下来吃饭了。嗯。盖被，什么味儿的？他新开一个5号线，就沿着5号线往下走。到旅顺。到旅顺怎么走？旅顺我不熟悉，我一直在市区。他说他，你问他，他我们就是告诉我，我们大连站下来，我们这块就是大连站。我们就是我们这到旅顺，就是下车就是我们就是住一晚上，我们这个有两间日本。大黑石，大黑石不有经纬吗？有经纬，经纬直接坐到那个哪呗？哎呀，大连火车站就在青泥洼桥，就离大黑石就隔一个那什么。等一下看一个电影。我刷小视频去啊，正推一个电影，我老好看了。不是，不是过来，我们这么大，记不住了。金华桥离大连北站就是那个一座一个那个底下那个。那谁说的？俺没看过。对对对，有，但是就轻轨更快。浴血主机，就轻轨。经营力，我还有啥？你发。你看他血腥的啊，看不了。夺宝奇兵，看不了。夺宝奇兵五，拳王出。哎呦我去！女性玩法有一个，但是就绕啊，什么性的话呢？东港，珠海广场，不伤害呀。没，还有看你就这个新开个5号线，你就沿5号线逛就行。5号线全是新开的，还有什么威尼斯码头，还有什么东港，对，你就沿着5号线坐一站下一站。可以去海边，海边吹吹海风。那大连什么好吃的？
海鲜，这样这种家常菜，就什么锅包肉啥的，范围内哈，范围中。别人的还自己等别人做吧，别人做好吃。大连海鲜都他妈从丹东进的，大连海鲜。没那么神奇。对，最重要不要把大连物价换成东北物价。为啥说话那么大声？大连物价贵啊！是全东北最贵的，是最不像东北有物价的城市。我就在新马，知道吗？就你要觉得肯定比大连物价低，要么去沈阳，要么就再往北走，去西安和哈尔滨。行，别你看不着，你往后点放呗。你把这个拿过来。这是啥呀？面包。你吃面包吗？是不难吃？我能吃这个。你能吃啊？吃这个也硬了。谁演的？范伟和周冬雨。这范伟就是在评价嘛，就我看他走的，就是每一步就是演技太绝了，从一开始到今年就是他开始这样，他最后释放那个就是演的细节太好了。他演那个电影不也有他吗？跳楼那一段。啊、对，他这老戏骨。嗯。看不？看。叫什么名？周雨。翻倍赚！你不看那个吗？怎么又看那个？就周冬雨的饭吃吗？这少赔又什么玩意儿？国庆，我国庆我赔又可贵了。范伟已经放学了啊，这就6点多了。就从接昨晚接回来啊。啊。就头是充电用的，
今天还有标志吗？
哎，我没连他那个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那个什么，我的连恩的。大学是那个我二，我二号，上没来，反正个人。那节车也不行，你再看一眼。火车上没有水壶，里面有一个那种小水壶。有多纸？对，那是好多年前有，我记着。有的火车那个纸，你个绳哪弄的？你洗手不得了吗？呀，我不洗。你感觉他比病大爷还大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关了吧。差点把咱东三省搬空了，都能把东三省全给搬了。哎，你就玩这个吧，那不好，不好。你先玩一会儿，不好告诉我啊。然后他们为了让那些南方小土豆们，然后就是有更好体验，直接挂人造月亮上去。啊，我自己去，那到北京去吧。我们其他地方都去了，你要跟旅游团对吧？多去玩了。他要其他地方不跟你去，你还没睡醒上课，我酒还没喝好要上课，烦死了。我现在就贵个几百块钱，千块钱好吧？舒服死了我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今天睡到自然醒的，可以吧？我今天不走了，我休息一天，可以吧？都可以吧？现在是正常走了，随便什么地方我们都自由了，自己买票，自己是不能全都坑人，而且他有时候吃个东西啊，不管啥亲戚，狗食你要吃啊，你要赶上下雨天，钱付了你不吃吧，跟着团出去玩啥？对，得付钱嘛，这个钱我不用付，对吧？自由之身，自由之身。啊，还吃的饭，你这想到饭我就恶心，想吃。云南那边全是购物团。啊，云南的还没跟团走过。我也没跟团，我那个驾照户都自己玩的，不带我爹我妈，我爹我妈也没怎么出过远门，然后就是考那么远，然后就自己去了。先去了杭州，杭州玩完，当时不是举办亚运会吗？不要吃醋鱼就行。西湖醋鱼就是屎。还不如我们滴水湖好。不，它那个就是游船。普通的滴水湖，我觉得滴水湖也挺美的。上海，我去过城隍庙和东方明珠。第一次去西湖，我觉得跟这事儿有真没啥意思。到第二次又去了，第三次去了一遍。列车即将到达滁州北站，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自己的物品，提前到指定车道等候下车。下车时请您注意车门向左行走。几乎别吃醋鱼就行了，我记到天亮。先生们，滁州北站快要到了。哎呦我的个烧嘎！西湖醋鱼完美把西湖醋和鱼做成三个味道，做成不一样的混在一起，根本尝不出是西湖味道还是醋味道，难吃的一逼，可难吃啊！上海是很小，你要玩没地方好玩的呀，就南京路、外滩、东方明珠，什么地方？城隍庙走一走出来，就到了。南京路和 CBD 吗？啊。我们一直去，还有没有？就是逛的。逛，卖的、吃的、喝的、卖的，可坑人了。就一个。上海夜景好看。耶，外滩真的好看，真的好看。我们自己也逛了，一直看着。全程最大呀。苏州，苏州离上海比较近，还有坐地铁。我们在上海没啥吃的，那啥呀？哪好吃的呢？我这吃腻了，没吃啥好吃。你没点好。
蟹黄面不是苏州的吗？上海也是特色吗？哎呦我这个嚣张！他们苏州，他们南方这些都苏可多了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对对对，当年看起来不好吃，各种苏还有苏饼子，我以后充电宝拿下来了。颜色不一样，差不多都差不多。别给他，他没电了，他就给我。不对不对，都装了呀。他们南方还放挂面呢。下车给我一个烧烤，理解不了。你明天再用呀。我今天都40多了，都没了。对呀、啊。估计说你一定要给他就好了。你吃东西吗？吃一点吧。拿那不得了。你们，你看啊，你在这看在那。就那挂面比在东北比方便面地位还低。都不换是吧？不是，那是我饿的受不了，没得吃了。然后那边的，他说他们家也在那。那他们还有一些那个地方，还有那些餐馆是专门靠挂面，我受不了，靠挂面。价钱是大了一点，东西是好吃的。那个价钱你不吃？你们小店不能吃，这什么苦了不得了，黏黏的，不好吃。我们也不要吃了饭，睡觉去。他是上来睡觉了，上来睡觉了。反正在那躺着睡觉去。这么多，给我一背对着这，我还给他打电话，说请转过身。看你下巴不下巴。那人不用说，他肯定小孩吧。快点，都带娃出门。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小孩多。好了，已经过时了啊！本来你给我一包，我给你10包，现在你过时了没？没个车没有，那我还给你过期了啊！你过期了，就那东西都没拿，结果过期了，你10包就没有了，10包就没有了，那100包还没有呢。再让一下，谢谢。到餐厅充电是吧？啊！有！还有1万套没有呢，然后还有2兆都没有，还有1亿没有呢。这个你要说的造了，你这个小东西聪明。放在这个桌上。你这够用了？我够了，才六。他们那个视频就少看了。就他那个小学是寄宿学校吗？他们可以接触，但他没。我这个现在靠电靠的近。别说我意思去了。学费贵吗？学费贵吗？回来啦。来，我看到了。8万。多少钱？一年8万。私立学校多。但上海的就30万。你们赚的多，像我这个小孩8000我也不肯，我在家里我自己自学成才的。一年8万，那一个月差个7-8千。干啥？如果就光学费7-8千。看那样。在老干。我想打游戏。那到初中时候还接着在看。你上大学了。咱俩可以的。你不要说啊。学校小孩子也很好的学校，人家他活动不得了，对，还是环境好。哎，他其他我看他那个照片，刚才在说。普通学校，他老师好，你听这个。